我比的，你看见不？我比而已。开开机吧。你刚才脚上这把骨滚子发出来，它是一堆哪里搞的？我说你把你的胸罩给它取了。我的仓库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重新开始，我这个删了。嗯，把我这个删了。没关系，你进去删吧，删完之后再画就是了。因为我比较薄比较稳，它这个不带那个触屏是吧？不带。嗯，然后可以在里面演示一个三维动画吧。完了，可以可以，会不会可以？然后打自动就行了。好，能不能把系统改成英文？改成英文再打自动就行了。好，这样的话，因为对比较简单的嘛，这样。English。嗯。对，然后你油泵有没有启动的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就这样吧，就看可以了。导入 USB 的吧，
为第六文明第六六挺好用的，都不好用，都不好用。嗯，感觉这个反应蛮慢的。嗯。这里手机还能拍的，手机要补齐了。把我过了一十，我过了一十，我过了十几。我过了，干啥呀？啊，我来把放到个吧。回来，把拐上给你了。